太子似乎对丽华有点心思，此次的太子选妃我们要不要掺和进去？父皇，儿臣有人命关天的事要求您。人命关天的事就是你要娶杨丽华为妻？臣妾不同意。若是杨丽华嫁入宫中，杨家安分，她则平安；若是杨间有所异动，我们也不会无期可下呀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至10点，五洲制药独孤皇后首播，再中视。